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很喜欢骑脚车？有时候真的骑脚车满身流了汗之后，其实那感觉真的是很爽。OK， 先给我换下衣，因为现在衣服湿湿。等一下我们才讲一下这辆车空间极大。OK 啊，现在换了这个衣服，干爽了一点，我们去做别的东西。OK， 我们现在去拍车里面。因为我的衣服放在那边忘记抽。哇老耶，很臭耶。是啊，习惯就好啊。我们每次这样子骑脚车啊、运动啊、拍 video 嘛，不是满身湿湿，然后太阳顾一下，那个味道就出来了。不用紧，我有这个 McLean 的这一个 Auto Plus， 这个东西可以除臭，可以消毒。装下去先。可以吗？这个东西？可以的。给刹车，给它跑一下。我们下车先，等多一个五分钟上来，你可以嗅到那个味道就没有掉了的。OK， 试看。首先进来之后，深呼吸一下先。是不是感觉空气清新啊？清新很多。是不是没有我的臭汗味啊？连后面都没有啊，我衣服还在后面，连后面都没有啊，所以这个厉害吗？它是真的可以这个消除这个臭味的。其实除了我们这种汗臭味哦，它像是那种你打包食物的时候，打包食物的时候放在车里面还会那种臭酸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个味道很严重的 ，baby 的吐奶味。哦，我以为你要讲榴莲。没有 ，baby 的吐奶味，榴莲当然，榴莲比 baby 的吐奶味更恐怖。榴莲那个味道，你放在车里面三四天不会散。至少三四天。虽然讲我是一个吃榴莲的人，但是我自己也是不搭讪那个车里面有这样子的味道。所以如果讲哦，你的车里面有这个东西的话哦，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那种臭味，因为它真的可以解决这种味道。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点，它不是普通那种空气净化器，它不是单纯帮你消除臭味罢了的，就是讲你的车里面有细菌什么啊，它也是可以除菌的。还有那个尘螨，因为其实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吗？是这样的声音。这个是它的这个心在产生这个活氧，活性氧。它的活性氧可以杀菌，可以去除味道，然后也可以去除尘螨。尘螨像我这样子的人哦，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我鼻子只要一有尘螨，我就一直打喷嚏，打不停，我可以打一整天打不停的。然后，可是自从我用了这个东西过后，我的鼻子就真的是没有再打过喷嚏了，很久很久，应该有两三年。自从我用了这个东西，两三年没有这个打喷嚏的问题了。所以真的是很好用。然后我觉得哦，如果是讲你时常在小孩子，你要给小孩子一个比较清新的车里面的空气的话哦，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重要。除了你车 aircon 的 filter 要装之外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再嗅一下，这个、空气是不是清新很多？然后你打开门一下，其实真的有差别呢。户外，那再嗅一下车里面的，真的是有差别的，信我，真的有差别。然后当然哦，我们只不是讲罢了，我们也是有好料要介绍给大家的。这一个东西。McLean 的 Auto Pass 现在有 promotion， 扣28%，然后还多送一个这个芯，因为通常来讲这个芯哦，一个芯的可以用一年左右啦，看你怎样用啦。一年过后就要更换，然后它的售价是99块零几，但是你现在用我们的 promo code 去买这个的话，除了扣28%，它还多送你一个芯，意思就是讲你买一次可以顶两年，很划算。不过记得要用我们 promo code， 然后去这个 auto2u.my 购买。然后现在购买的话，使用 promo code， 你还可以享有东西马西油啊！这一次东马的朋友不用 complain 了，你们有包邮，所以还等什么？真的不要错过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亲身体验过，真的是好用的。重点是现在除了这个灰色以外，他们还有两个新的颜色，一个是粉红色，一个是蓝色。我自己比较喜欢蓝色，因为这个蓝色感觉很像 Tiffany Blue。然后重点是这个蓝色，我觉得。男女都会喜欢，如果是你是小姐姐的话，那个粉红色你应该也会很喜欢。这东西不只是一个清洁空气的东西，然后还可以帮你的车里面增添一点点专属你的个性呢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 promotion， 这次 promotion 时间有限哦，只有15天罢了，快快去选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内容，记得哦，它有粉红色跟蓝色给你选择。然后影片结束之前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，那我们下次见。